여러분 여러분 너무 보고 싶었어 너무 보고 싶었어 조연 나칭입니다 徐光汉近期到南韩宣传电影《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》，他14日出席电影活动与观众们见面。活动中被粉丝们拱唱歌，正当大家以为他会唱自己的歌曲《舒芙蕾》时，他却给了大家一个大惊喜。光汉啊，平常是否滑了很多手机，竟然连这个梗都知道？观众们反应如此激烈，是因为这是 BigBang 太阳2014年在台上以唱歌的方式与粉丝打招呼时所诞生的经典名场面，后来不断被模仿传唱。这个片段被网友上传后，也在韩网火速传开，粉丝们纷纷留言：怎么连这首歌都知道？发音好标准。